有没有 kiss 过女孩子？肯定有啦。kiss 过学同学啊？周末小孩好去处，小孩也能自制的冰皮月饼。Hello guys, welcome back to Cristiano Channel. 今天的中秋节到了，我们今天任务就是做冰皮月饼，不用烤，不用蒸，小孩子也可以自己做。到底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冰皮月饼可以成功，好不好吃呢？Before 我们做这个冰皮月饼，请点赞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还有 subscribe. Let's go.今天我会跟我妈妈一起做。那今天我们有的材料就是这个油啊，还有这个冰皮月饼混合粉，粉然后这个就是放在里面的那个东西啊，那个料呀呀，还有这个什么来着？这个就是颜色素，嗯，这个就是油，这个就是手套，然后这个是水，水。然后这个就是按压下去，膜膜 ，yes， OK， 所以我们的材料就是这一些啦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开始做这个月饼之前呢，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小小的任务，就是我们会抽签哦，我们每个人抽签 ，OK， 抽签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做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提到那一个字 ，OK。不可以提到那个字，那如果谁提到那个字的话呢？就是你和玛尼亚，还有姨，没有，姨也要玩，我姨也要玩啊。OK， 如果任何人提到那个字的话，就会玩真心话大冒险。OK， 大冒险就是只需要一次锅喝完这一杯水。玛尼 ，Are you ready？ Are you ready？ Ready？ Yeah。怕？你怕？不怕。OK， Let's start。Ready, go! OK， 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抽一张纸，看看我们待会讲的话呢，不可以讲哪一个字。可以先让你来抽吧。什么字？哈？要。所以等下，就现在开始，不能提到这一个字。OK， Ready, Let's start。这个难一下哦。我们开始之前要穿手套。啊，你刚讲吗？开始之前要穿手套。哦哦，有要了，真心话大冒险。真心话，真心话是在现在在这个在学校有追过女孩子吗？没有。讲真真。哎，真心话哦。如果讲大话的话，会被雷劈的喂。有没有这一挂？一点点呢？一点点呢？但是现在我不喜欢你哦。我很花心。哇，花心哎！哇 ，OK， 算你有真心话。Very good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OK， 来，开始第一步骤。这里应该。OK， 现在我们刚刚就放了这个冰皮月饼混合粉。OK， 接下去。你要先要放锤，妈咪，你讲吗？OK， 它这个有吗？要放水。有一个 key word， 请问真心话大冒险？这个我喝水，少流啦。我喝水。你喝水 ，OK。哎呦，妈咪要喝水，太少流了。大冒险，要满满的。你很像很想要妈咪喝很多哈、哦。喂喂，漏啊漏。耶，喝完。OK， 来，接下去我们再装水。那你看，新鲜啊！你看哦，它的500克嘛 ，then after that， 白油70，所以这里是50，我觉得够啦，这样多油，所以对我来讲是够的。嗯，还有330。我那个 water 330ml 的水、嗯、然后、就是、你揉啊揉怎么这个东西给我的耶、yeah, 开始揉
肉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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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
喝水咯。你都你不敢喝。反正因为我都是很爱喝水的。谢谢。你这么多啊。一开始那个也是很多啊。看你们爽不爽啊。呜喝完耶。现在揉的怎么样了？我是医生。你是医生像吗？我觉得你像。我们在猜着这个面粉哦，因为时间也到了，我们开始抽第二张的 keyword 是什么？因为我没有手呢。这一个呢 ？OK， 来，帮我打开来。我手上张。OK， 打开来啊。接下去不可以讲的字是。哦。哇。这个你做不到哦。接下去不能讲的话是我，然后你要做什么？就分两个。很坏耶，很坏耶。哪一个碗给我？一个碗，大碗。诶，哪一个碗给谁？给谁？给我。真心做每次一个 key 你就会立刻用了了。没有，每一个 key 都是我先用的哦。是没？刚第一个 key 是，啊，一样真心话，真心话。你觉得，有做过什么东西是对不起爸爸妈妈的？啊，我要去吃当重心吗？我去拿妈咪两块钱去吃。哦，你偷妈咪的两块钱去吃啊？去妈咪的 bag 那边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放，我要放，应该是。哎，怎么？你该讲吗？我要放。放假啊！视频水哦，快点，瓶水啊！等一下，先拿。快点，我要放那个颜色。喂，谁帮我们装水去？放那个颜色，放颜。哦，另外一团就是要放红色啦。不是啊，一个红色，一个黄色可是。这样子是不是？我。什么？你讲到一次？你讲到一次？妈咪要恐怖。怎么一直讲了？你其实你可以开始喝水啊，其实。妈咪在戏里面。等一下。妈咪在戏里面一直讲讲论论。结果，你讲什么？不是论，是他自己也是一直讲中。不明显啊，颜色。哇，这个因为它是天然的，所以可以放多一点。哦，因为天然的。嗯，它是天然剂，天然蔬果。嗯，我不敢我这样子弄啊，会致命啊！为什么？用剪刀？你讲什么？谁不敢啊？所以真心话大冒险。真心话。哎，有没有 kiss 过女孩子？肯定有啦。kiss 过学同学啊？哦，这是肯定没有啊！没有之前的那个面，我妈咪一直放，你放完了，肯定是有粉红色。因为我觉得好没有颜色。因为谁觉得？什么？因为谁觉得？什么？你刚才讲，因为我觉得没有颜色。你刚才那样讲。那我要讲什么东西？不要紧。那水呢，已经是放了很久了。这是要我猜。其实妈咪可以一起配合。妈咪也配合。真心话，
不会两个真心话吧？不会两个真心话，你认同吗？认同。OK， 来，由你来发问真心话。你来问。你有没有做对不起爸爸的事情？完全没有。你这个完全没有想过的哦。真的是完全没有，因为女孩子是很钟情的。没有啊，你不要乱想哎，我讲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讲对不起啊，是在的，啊，对不起啊，你不懂。不用解释。OK。妈咪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，来再问。你有几个 ex？ 哦，有几个 ex？ 哦，是两个哦，最多。等下我还有一个问题啊。OK， 好。好了，我们应该可以了吧？还不可以，我都没有颜色，你打我就我都没有颜色啊，还好了。喝水啊！来，喝水哦。喝水吗？喝水，大冒险啊！喝水啊 ！OK， 来。哇，太多水了啦！看看你叫狗狗，他拿这么多的，没想到是拿给你嘞！耶，出吗 ？Very good， 第一杯。耶，终于好了，终于好了。哎呦，红粉红色和黄色，黄色耶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已经五分钟过了，那接下去我们要抽第三个 keyword， 抽吧。买什么？买一个的空。喂 ，OK， 喂 ，OK， 啊我，乌鸦，OK， 啊，可以讲开始，罢了，OK， 所以它是首先呢就要放面粉，放面粉。我的面粉，因为然后就可以开始做。你看很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黏。你放面粉黏黏呢？不知道有没有做错啊？我们。没有做过就是这样。没有黏子哦。你帅啊帅！我是不是做错掉了嘞？为什么这样？也是跟我一样，一直黏着啊。是我。是因为你有放面粉在上面吗？有啊，你看一直弄来弄去弄不到的哦。30 minutes later， 衣服也换了，因为冲了凉。等了三十分钟，应该可以了吧？我们等他，为什么等三十分钟？看吗？看到吗？那有三十分钟。三十分钟，对，这里有写三十分钟。Rest for 30 minutes， OK。现在已经三十分钟过后了啦。所以刚刚呢，我就帮忙做 Google research。原来是不需要用到的，是不需要用到的，浪费哦，直接用手搓就好了。一次我是哦，不是，刚刚是你和妈咪。OK，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。OK， 还是继续玩这个，继续玩这个 ，Yes， 呀，妈咪开，妈咪抽，应该了，这个吧，呀、yeah. ，Yay， 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的是什么，噔噔。噔噔哦、oh, oh, 这个也是很难的。说你现在开始。我这个。我你有六个了。你这个都不均匀的。你这个都不均匀的。你。哎。哎。来真心话大冒险。肯定真心话啦。真心话。为什么当时要跟他分手啊？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跟当时跟那个人分手然后。可以 skip 掉这个吗？可以哦，这是真心话哦。没有，谁提的？不是提的，是直接不要讲话吧？为什么？是直接拜拜。OK， 这个已经搞定了，这个问题我们再继续玩。我好聊了啊！哇，已经是搞定了，十一粒了。你，我这个做很均匀了，你看妈咪这一个大。一个大，哎，一个小，一个大，应该是直接在手那边的，在手那边的呀。哦，对，好像他这样。这你不跟我讲，给我拿这个嘎呀。粉是因为它要容易化。给我拿这嘎呀，拿这嘎呀。还有这个膜里面放粉哦。放。再放进去。可以吗 ？OK。还可以弄得到你的那个大小。然后就这样子呀。
到底成不成功？噔噔噔噔。Coming。不可能没的，不可能没的，不可能没的。No 呀！我看他打掉那个面粉就好了。咦，怎么这样子的？我老哎！冰皮月饼第一粒出炉，哇！你觉得美吗？我就觉得那个模型还没有出到来嘛。嗯，我觉得很像，不是很明显。OK。OK。把这个放下去。放进去，然后再，OK， 八八粒啊！等一下，我要用我 KG， 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形状好像没怎么看得到，看得出样了。我做我最有自信了。你都白笨嘞！笨了嘞！因为哇，十八风味，谢霆锋的。2 hours later。OK， 现在呢已经完成了红色和黄色的对比，耶！到底是谁会赢呢？肯定不是我。谁做的比较美？肯定不是我。Okay, 我们是从几个方面来看啊，谁做的比较美，它的图形，还有它们的大小均匀。哦，那评一下，哇，他会得罪呢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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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我觉得妈咪是比较用心的啦，我比我让他超忘了。的确啊。你觉得妈咪也是比较美一点啊？你觉得妈咪的那个比较美一点？只是、这个、为什么？这个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比较。为什么不好看？青色。哦，因为有青色，看青色。其实你看到这个更严重嘛？喂，最好没有看到样子。哈哈哈！太好。所以你的分数还是给这个吗？对。应该哦，其实也只剩这个，我这白色看不到，这个更惨。哎。哎，其实这里这个很美啊，其实不均匀啊，不均匀啊，那叫好。所以你的分数是打给粉红色了耶！恭喜妈咪弟弟，你看这两个啊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美？论图形还有均衡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美？你一定要看好来呀！两个都不美、啊。选一个，没有关系。这个红色啊，哦，不用了，就第三个了咯，一定是阿平嘞。OK 啦，这样子啦，依依再给分啦，好不好？这样子你会这样伤心。什么？其实我想到这种笑的东西。OK 啊，我如果我是你啊，OK 啊，我给你一个，我再帮你打一个分数啊。我打给这个，这么聪明的，你是这样子讲，这答案是3-0。你也很快耶 ，That's right。好玩吗？这次做那个饼皮月饼，完全不好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拿0分，每个人都觉得妈咪做的比较美。对呀、啊。然后，可是过程当中，你觉得好玩吗？有吗？好玩。这是你第一次呢。嗯。OK， 然后我们试一下你吃的，你做的这个，这是我第一个吃的，我已经输了，就接受一下挑战吧。你输了就吃下自己的饼皮月饼 ，OK， 来选一粒来吃。肯定是嘴里啊！来，我们吃下。
最可爱的我刚做了。吃了过后看一下看它感觉如何。是不是应该放在冰箱那边呢？嗯，应该这样子直接吃可以吧？你觉得如何？好吃吗？你要我要尝一下去呢，一进口就问我好吃吗？知道味道了没有？蛮好吃的，蛮好吃啊，真的吗？哎，我这橄榄味浓到了，哎，我这那个皮太少哦。OK， 今天的冰皮月饼到此到此结束。耶、yeah ！然后可以什么都加奖，也是可以送人的，也是。你敢送人吗？不敢，你不敢。如果你做的好，可以送人啊，好不是啊？嗯，如果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，subscribe， 还有打开小铃铛啊，拜拜。我游泳。现在做完了过后呢，就做成这样子一小包一小包的，送给别人，耶、yeah ！大功告成。